谢谢乡妈妈，我们现场乡妈，谢谢，谢谢乡妈妈，我们现场乡妈，谢谢。同时，请我们市长跟林老师留步啊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啊，一同上台来迎接非常难得为我们的201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哦打气加油的开幕式正式要开始。我们现场邀请所有的贵宾一同上台来，跟我们一起，我们努力一起加油打气文化，我们的局长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议员助理，以及我们的区长，还有里长啊，还有我们的乡妈妈，以及我们的总务人员一起上台。市长先摆正，等一下要每个人吃一个。